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们每次上课，大家会唱这个四弘誓愿啊。哎，我觉得就是，我也感触很多。那本来我们也会唱三宝歌，但因为时间，稍微赶了一点哈，我也很喜欢三宝歌。嗯，其实这个有点岔开来了，但也谈一下，就是我们不是在上课当中有谈到，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它不是用，它并不是是一种感性，其实它是一种确定。好，所以我说虚大师、太虚大师是我所了解近代真的是一个菩萨型的人，忍辱负重啊，为了要振兴佛教，牺牲很多，所以这种人活不会太久的。我这样下去，任何人都是找死的。我曾经好好研究，那时候在学院，我带一群学生做太虚大师的研究。他是我们这样近代里面我非常尊崇的一位菩萨行者。他的法各方面带着那种非常宽广、很亲近的这样之见，所以他那种三宝歌里面谈到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啊，这里面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唯一正真之道，更无余道的那种心。但这个东西是用确定啊，因为这个不是人家跟我讲，而是透过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同文思修，就是我是经过确认再确认的，好，听到了，但我不一定确认，所以我听到无常，我知道你这样讲的道理我懂，表面的道理我懂，但经过我的思维之后，我不是讲吗？我觉得是常，但经过思考以后，我发觉常好像找不到道理，但我还是感觉常，但可是发觉常却找不到道理。这个光你开始在怀疑常，其实你的执着性就在动摇了。其实在中论里面谈很多道理，它就是要把你的一些原来很强烈的执取心啊，开始由自己能理解的啊，用自己能理解的认知心，把自己啊看到自己理解上的错误。就像我讲楞严经也是啊，楞严经佛就用阿难自己的认知让他矛盾。你说你心在哪里？在这里。弄到最后不对，那不然在这里。这样也矛盾，那么跑来跑去，你怎么哪里都没有？不过明明认为有心，怎么后来找不到他还放不下，他还是想尽办法利用所有因缘来确定那个我能认知所认知。佛就不厌其烦，一直带着他，用他的经验来观，用他的经验，用他的思维来看到自己思维怎么以为对，原来还找不到根基础。所以佛法从来没有离开你原来的经验，但问题是怎么善用你原来的认知，看到自己的盲点。好，在整个学法当中啊，我们当然也不到底。但我还是用楞严经，昨天我们讲的，消我意解颠倒想，不利生起祸法生。
我是没有拿到半颗糖果，就这样一路被阿难一路上被骂，当然也不是怎么多骂了，就是一直喝着，你为什么这样？哎，讲了还是听不懂。可是阿难忍辱负重，为乃众生就是示现，阿难很功德很大，他一路上就负责被骂，因为他建立多少佛法，你知道吗？这种是典型菩萨行者示现声闻的，他就这样，你看他经常在大众出糗嘞，但因为他的关系，佛法得以建立，他把法送出来，然后在他个人。其实包括后来迦叶不是说他有很多过失吗？他都接受，但他其实背后有为了要护持佛法兴盛的理由，错让自己，然后借这个机会让佛法显现，忍辱负重的一位大德。但他在这个地方的讲了，他用他自己不断的差点破戒，然后这样或引导，让他知道法在何处，这才叫如来藏妙真如性。原来在五蕴不可得处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其实就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道理。所以他们后来感受到这种法的功德，好像只有听，却可以让他永断轮回，消我一劫颠倒想。所以他们那个心才会生出了说，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就是我们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有一个底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缺少这个底，我现在就比较越来越这种古人的声音越来越遥远，因为我的确。我就想说我们那时代我们还会狂妄。这种狂妄我就常也给一些学生写啊，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这个够狂了哈。这个其实不是说别人不行就是我的意思，不是，是别人尽不尽心别人的事，我该尽心。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不再把行菩萨道的责任去要求别人，其实在保基金有类似的想法，就是我承担。但这种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样气魄，就算狂妄，现在都很少人狂妄了。做得到我也没办法做啊，只是我嘛那时候还敢狂一下，啊，狂一下，后来觉得惭愧，哎，但还可以狂，还多少带着这一份心。但现在大家能好好用心寻求自我解脱，虽然嘴巴也讲菩萨道菩提心，但那一份落到现实积极想要住持正法守护众生的那一份心现在不容易。所以我说啊，当然这不是自夸，但我觉得我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自忏悔他，而是要的是这一份心。好，所以我那时候在到日本前，我那时候写了一对话了，那有时候也是抄给别人，啊，有些文人骚客喜欢乱写一通啊，其实也是因为要离开台湾的时候的一种跟学生的一些互勉呐。那时候我就写的就是说，体认无常苦空，自愿一生解脱，持守如来境界，精进定慧等修。善护一切众生，胸怀全体佛教，立证诸法实相，誓成究竟佛道。我要写这个，其实当初就多少我们是狂，年轻人哪懂这些，佛法也不懂，但至少心态上会懂的就是善护一切众生，胸怀全体佛教。其实他并不是选择一边，虽然我们行的是菩萨法，但也必须守护一切三圣法，因为这样十轮经也都是这么说，所以应该是护一切众生，而胸怀的是全体佛教，这才叫这大圣，才叫大圣。我的意思，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们自己多伟大，而是至少曾经发这个心。但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可以发，但有点内涵空洞，就像我们可以听法，
但内心不能因此生出一种抉择力，一种透过闻会思会而对法产生的一个有力啊的一种那种实质的功德力。好，就你会觉得这个法在你身上是有力的啊，这个有力也不是抓得到抓不到。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从小被母亲送到孤儿院，后来他想要去寻根，他很讨厌过母亲节，因为他没看过母亲，他没得过母爱，所以他很讨厌过母亲节。后来那个修女跟他讲说，你不要怀也不要恨你母亲，他有不得已之处。后来他就寻根，寻到他母亲住的地方，他母亲已经走了，但他在母亲住 的抽屉里面看到很多票根，而这个票根就是他住的地方到孤儿院的地方。他母亲，你看那个母爱票根用完不丢吗？他就把票根放了整抽屉，虽不能见他孩子，但舍不下他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很讨厌母亲的，现在一看票根，现在就喜欢过母亲节了。他也没摸到他母亲，他什么也没有，但从票根，他那一份感受母爱，竟然是从票根具体化的，是不是？是纸张而已啊，但这个纸张让它具体化。所以即使在文法当中，也是透过一个众生能感知的一些缘起，让他内心成为具体化可依止的。他母爱他具体化，他也抓不出我对母亲的感恩心，他内心再怎么抓也抓不到。但虽抓不到，是不是有力的？有力的。烧掉也没那个说感恩心找不到，但从知跟不知，不知道知，他对母亲的那一份母爱是不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修学尽量避免空洞化，而这个修学的空洞化会让你平白一直在这种药当中弄到抗药性出来。本来要治病，不但没治病，这些药反而会染入你的心。说实在真的，佛法会这样的，没弄好的话，听法听到最后对法生轻慢，而且不有的时候生轻慢，有的是失去信心，因为听太多发觉没用，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留意。所以在这里啊，就是其实像昨天今天我们在送这个四弘誓愿，其实这个音声也很感人，但我其实就算我们短时间好了，感动一下也好，众生无边誓愿度，哦，太好了，恭喜你，你又捞了一颗钻石了，你可能捞了这个钻石，就不小心又跳到粪坑了，你说，哎呀，好脏，不要告诉我，看你掉到哪里，我去拿。菩提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不会坏，它会被隐藏，就像菩萨戒，一受，以后不叫新受，是温习而已啊。所以我其实在念诵的时候，我这样想说，我们既然有缘听得这样的一个菩萨的发心，那你看有没有那种随喜发心一下。因为整个时代在变化，人的心越来越狭隘，那份大量之心越来越难发了，越来越难发，你会感觉到啊，以前我们很狂啊，但还狂得来，现在是连狂都狂不来，那个心顿顿一直沉下去，感觉很明显。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如果有这个因缘啊，其实难得入宝山啊，莫空手而回。哎，好，我们继续。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闻思与禅定的关系啊。这个禅定里面，我们第七大项里面的第一项里面讲说，这个问何因缘说诸禁律，就是四禁律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他有时候谈禁律，有时候谈禅，其实谈禅跟谈禁律都要表达某一类功德，语词不一样，其实意义不一样。但同样证得四禅的人，他其实你就会发觉，这个每个名义都有他要说明的道理在。他在讲说，以所知是同分所言一切影像，平等住持心故啊。其实这里面我们讲定，不是定死在那里，它是一种稳定状态。所以有的人讲说啊，我一心不乱的时候，心怎么可以观察？那是你外行。
我们讲一不是定时，是一个稳定。佛法从没有讲定时的东西，它是稳定，就是一个极为不动摇的稳定。所以起大分别，它会动摇它的定。但如果它的观很细腻，所以这个定中做观不影响。大毗婆沙论也谈，但你如果只是用思维修，一直推敲概念，那个一在打坐当中，你一关，你的定就退掉了，因为那是一个动的东西。但如果你的观已经离开名义，是很细的抉择力，这时候的思维不大会动你的定。这在《清净道论》也有类似这样看法，在很多菩萨论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看法。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好，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这样的所学影像它要出来，必须你的文思坚固，或者定不来。你包括我们现在对法如果稍有疑，其实是不稳定的。所以为什么要你圣洁？为什么要闻慧思慧？要你生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才能形成稳定相，或者你后面要走的止观并作就困难了。因为观还是来自慧，但你那个观不成形，是散乱的、不稳定的、带有疑的、不确定感，这个无法跟定配合的。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理由在里头。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他这个下一个也同样的道理，只是他多了一些看法哈，就是说多了一个说明啊。他说，云何有分别影像？如有依或听闻正法或教授教戒为所依止，是分别影像，就是我们讲分别影像，就是在观的意思。无分别是比较偏向定。后面会要讲分别，我不会讲到那么多。但其实我们讲止跟观啊，其实同一个影像，如何对我们所定的这一个所缘的境做抉择分别，这叫观。源于这个境而不做深刻的抉择分别，这叫止观。这个不了解，有的傻傻的，那傻傻的就看到境界，哎呀，心很宁静的，了了分明，哎呀，我已经观，没有，那是止而已。止还会明了相，但明了相不一定表示观。所以很多人修行，以为他现在了了分明，哦，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以为他正果了，没有，他只是修止而已。所以因为误解而产生偏差的很多。问题没机，没有。法都有，只是你不去了解。其实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你如果稍微留意，这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很多修行的检验，里面都有，很难得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修定啊，拨点时间啊，也不浪费多少时间。你看我们现在辛苦，当初要报名有点困难，对不对？快结束了，忍耐一下。再忍耐，快！哦，我出来的时候，哇，要讲多少？这样一趟出来也50个小时嘞。哎，那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我们比较已经习惯了，所以对我来讲啊还好啊，我也知道熬过就是我的。哎，所以熬习惯了，所以不会觉得怎么样啊。有的人好累啊，那过了就哎呦赚到了。啊，当作哎呀，我很忙，哎呀，我很累啊，忙啊，就没来了啊。我们这个来的也结束了，他没来也结束了，啊，就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差一点点，差这些。当然，每个人各有因缘不一样了，哎，啊，现在每个人在修学上，像我们现在，常住有时候定14天的禅修，14天来的都是退休的了。7天都快没了，还14天，所以来的都年纪稍微大一点。第一个钱要赚够一点，家里没障碍的叫侠满人生呐、啊。我发觉现在是有钱哦，比以前有钱哦，但没空瞧。所以我们本来都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才知道家差别很多。离家14天困难。7天就很困难，3天还可以，像我们这2天的还最好。
越多天家就产生作用了。这不是人家不妨碍，就是家里都肯定啊，你去你去你都会挂碍，这个习性修到最后那一份挂碍性自动现前，这就不是谁束缚你，也不是剃头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细的心。所以修行很多居士说，哎呀，我怎么在道场七天很好，怎么回去照做都做不来，气氛不一样哦，气氛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十四天？因为七天做得到，没做过十四天的你就不知道。短期出家一个月可以的，没做过两个月的，所以拼命实干都比我们真出家人厉害，因为他三十一天就回可以去看电视了。所以每次看到短期出家，我们都好惭愧啊，太厉害了，他们怎么比我们用功？惭愧惭愧。可是你放心，因为他内心想到，我虽短期出家，但我家还在。所以他要短期出家之前，第一个瓦斯要关好，灯要关好，锁匙要关好，虽出家一定回来家要在哦。所以他都怪不得他比我们用功，我们这一条路下去就没得回头。他有所保留，所以快乐啊。开玩笑了啊。所以开，因为修行其实它是不断串习，可是我们慢慢就发觉要串习的因缘不具足，不能很安心的放下，你才发觉、哦、原来身上系着很多挂碍，你自己就会感觉了，而且那个长远。所以后来发觉，我现在就是希望说，好，七天十四天能不能再长一点，我们以后来打一个三六五天的。一定就一整年哇，那我也不用啊，人家找我忙哦，现在在三六五禅修。一整年的哇，这下我就很好拒绝人了，我也好休息这样。其实最重要，开玩笑啦，其实最重要是让你串习，十天有十天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月有一个月要面对的问题。有时候很感动，我告诉你，比耐力试看看哦，难得到山上，哎呀，师父你们这里太好了，以后我常来。我说你算了，你怎么可能？你偶尔来一个过一个假日可以的，天天我看你不行，对不对？天天看那一座山啊，对，很漂亮，一天两天都是那座山，它也没变，冬天会冷，夏天会热。弄了老半天，哎呀，师父你们好，你知道彼此碰到面还会互相瞪眼的哦，开玩笑啦，其实一般比较不会的，但生活在一块，对不对？这个，所以修行必须要认得很清楚，不是在做幻想的，在殊胜的境界啊。像以前我就给学生吃有机的，你知道有机很贵呢，就弄吃到他们竟然去抗议说没力。让人家以为我虐待他，不是，有机的很贵哦，还要培养的哦，还买的很多培养种青菜呢。后来算了，还是大把盐巴放下去吧。因为他们说没力的吃，后来当然也不是大把盐巴，就是那大家饮食习惯一时改变不了。好，给你天天青菜豆腐汤，你受得了？很多人就说很简单，哎，进来就知道，所以很多人啊，有人跟他师父讲，师父他已经离开嘛，师父我要回去闭关，但我什么事都不做。他师父说你不要给我回来，哪有回来不做事的？我说我要是他师父，你尽管回来，那我们签个契约，看你要几年。你三年也可以，我就给你三年，五年就五年。但如果你没用功，陪我十年，大了。对哦，因为大众供养你啊，你敢做，我就护持。我怕你做不来，你就要专心，我欢喜。但你不要细论，你敢发那个心，我就盖给你。我敢下这个赌注，所以像碰我这种心量大的，就能造出原形。你敢修，我一定护持你。开玩笑啦。好，我们现在怎么跑到这里来？很奇怪。
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他，你看他讲说，或如为如有意，或啊、哦、听闻正法，或教授教戒为所依止，或见或闻或分别故，以所知是同分影像，由三摩四多地毗婆舍那行啊、哦，检则啊、哦，观察检则及检则。三摩四多地就是禅定等引的意思哈、哦。他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影像会现前。其实影像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一定是那个影像，就是你内心的意象，你会有一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念佛，对佛的功德，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位居士就在念佛，他念到那个佛号啊，他也没有我在念，但佛号是寥寥分明，欢欢喜，就是很自然，不加功夫的一直现前。而他发觉这个佛号里面并不是只有声音，是一种对法的欢喜依止，这里面有对法对佛的感恩，对佛功德的欢喜，有点像阿含经讲于如来所生随喜心，整个佛号里面不是空洞的声音，是法。他才跟我讲，师父你讲对了，他不是声音，它是我们平常思维法以后完全融在这个佛号里面，深深佛号充满喜乐。嗯，继续走下去就对了。哎，是可以这样，而不我们现在都练声音而已，它不是，是法在里头。哎，所以它为什么升得起来？因为它有闻法，它在佛号当中，它会感觉佛号里面就像说。我看到母亲，因为我过去有接触 母亲，所以我看到母亲，我内在的那个母亲的那个意象认知心是不是会出来？母亲老人家，那每个老人家我也不会想成是母亲啊。但为什么单一这个母亲里面我的心会动？好，我内心有一种具体感的对他的一个认定，类似这样的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黑体字啊，他说此所知事或依教授教戒或听闻正法为所依止，令三摩四多地作意现前，即以彼法而起圣解。好，即以彼所知事而起圣解。好，这个注意哦，整个法里面出现，我们为什么很多修行修不来，就是我们中间前面的过程漏掉了，我们对法没圣解，所以我们出来是空壳或是摇摆的。你一旦摇摆，你那个念力无法安住，念无法安住，念为定一，念没形成，定不会生，定不会生，会不会生？我们讲的次第，这叫次第，不是你动不动讲那个次第。你要看这个法是靠它生，那没这个法后面不会生，没这个法后面生，这个就叫次第，它是缘起。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次第。我们讲说戒定慧，我当然知道这个，大家你不用讲，那入门几下就知道要修戒定慧。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我要想你更具体，内心有一个阶梯的感觉。现在我修，我知道这个法要具足哪些，我不具足，我就要往那边具足。所以我修会有目标的。我闭关，我进修，有一个目标要完成哪些的，不是就每天固定功课反复，这也是方法。但每个人在做的时候，有的人是同样诵经礼拜，但有所目标要下手，对治烦恼或增上功德，而不是有的人就是修修中间也不会自我观察，修到最后变成修到很苦闷。哎，下次有空好了，下次不敢了。因为那个闭关下来让他怕到了，他的闭关下来变成一直压抑到那种喜乐心没有，下次不敢再来。为什么？他发觉只有硬操作，但不知道往哪里走，检查不到他的进步，检查不到他的过失，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是硬死功夫一直绕。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有的人是因为过去的因缘或是某种因缘触发他。那为什么要小忏？真正的小忏就是看你的因缘哦，你哪些不行了？哎，有些极细微处就会有问题。嘿，这个要讲，就是有些极细微处，你有时候修行，你这一份，比如说我们修行是不是想禅定？念佛是不是想一心不乱？啊、哦，不行哦，
念佛我们当然想一心不乱，但正念不能求一心不乱，你就好好念就好。你求一心不乱是远离念佛的，你求一心不乱是不能一心不乱，你应该是以清净心一心归命意持佛，这才一心不乱。你不能去求一心不乱，求一心不乱不能一心不乱，一心归命持守念佛，以不断清净心相应所缘，这才一心不乱。所以我们要一直硬压那个心，本身就是障碍啊。好啊，像有些人临就是说啊，我念佛希望生无病苦，生无病苦也不能求的哦，也可以求哦。你在讲什么？我们祈愿生无病苦，但真正学法的人，生病苦是正常，苦集啊，病苦是正常，因为病苦才求出离。所以因为病苦，所以观世间实不可爱。病苦如是因缘，活道是这样的因缘解脱，所以身见轮回过患，才知道解脱涅槃功德，以此两心抉择。这里出来了，所以心不动摇，这样的心一心承担起这份业，以智慧，苦啊，真的痛啊，身体很难过啊，这个痛把它转为出离，而这样的出离形成更坚定的皈依心，而这样反而会生无病苦。你不要把它弄反了，你弄反了就乱了，你到最后怎么活，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怎么还在痛，他就因为他整个念佛守的是我身见，他整个念佛里面其实阿弥陀佛你带我去，其实我要的是我身体，所以他很想往生的是把这一块很重的这一块放到极乐世界。我说如果你像我这一块一定要用那个白铁做的，那莲花一般莲花做了会扁，嘿，我的莲花要强一点，不然这样一坐上去就咚，那个佛说你太重没办法。我们这其实要负责那个身心烦恼清安喜乐的人哈，烦恼清的人才能，你像这样上去会坐扁，不行不行。那什么叫重？挂碍执着叫重啊。所以我们很多观念其实搅在里头。那你如果把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从逃避苦，跟我用智慧观察苦集而领依智慧，知道此苦如是因如是果，该如此的。正因为它是如是因如是果，解脱也是如是因如是果，不是吗？如果我信的解脱可行，那烦恼必然是这样现前的，不是吗？烦恼是此生彼生，那只要我此灭彼灭，不是正常吗？所以我乐意觉悟此灭彼灭，往这边走。所以以这种很清净的无保留的一种自心归命心，心跟法合，烦恼不会病苦。因为禅定会有这种功用，它本身就这样。所以我们一个观念弄错了，这个修行就一直跟这些烦恼搅在一块。但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烦恼一直在鼓励这样修，那老是带着问题一直搅啊，说破也不会，就这样问题不破你就一直滚啊，叫狗咬尾巴。狗咬它的尾巴，尾巴跑它就追追追，它就一直原地咚咚咚咚咚这样跑，绕不出去啊，就这样。好，我们看，所以一个法的圣洁，每个人圣洁程度不一样，但不断在修学的时候，你的内心一旦笃定圣洁，你所安住的法不会动摇。所以我一直强调，念佛的一心，其实最重要是先知见抉择上的一心。好，知见上我发觉我很笃定，但你内心的笃定不表示真没烦恼。好，就利用禅定来看你的心是否定。有的人说我决定求生净土，我说你没有。那我说虽然我没有练习念佛一心不乱，但我一定可以往生。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不能念佛一心吗？那叫散乱。散乱为什么散乱？叫攀缘。为什么攀缘？受引诱。为什么受引诱？认定它。所以认定他才受他引诱，受引诱才往外攀缘，才散乱。所以你这个每个念佛当中都偷偷往外跑，
你说我决心，那是你出的，你内心的真正你是经常在念佛的时候都往外跑的，那不用怕，这就是事实。但你千万不要蒙着以为自己可以，其实你不可以，但你无能力抉择，你其实是不可以。你如果早点知道你不可以，学还有机会，你以为可以，到临终才发觉不可以， game over， 到此结束完了，来不及了。我总不能开始，他现在已经很喘，带着氧气罩，我们现在开始讲从文思修禅，一听他就断气了来不及啊，他听这个他那没办法看讲义了。所以你注意哦，你看哦，如现领受圣解而转，所以你的心是安住在这样的，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其实有佛号的那一份意义在摄受你的心，但佛号的意义有多深多浅关系到你对佛法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念佛里面依如来意如来正法，如果没有深切的如来意如来正法，你就不无法依如来所，就在如来身随喜，你不了解啊。所以现在很多修行是因为不得已，有的没机会，那我们认为只要一念十念，但重点不是一念十念的问题，是你的心是不是站稳了？我这一念坚固不能动摇，谁也挤不进来啊。但你是嘴巴一念，但你的心是攀缘的，所以其实你在一念，我常举例，我们现在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嘴巴都很专心，阿弥陀阿弥陀，怎么还没到呢？阿弥陀阿弥陀，隔壁那一个怎么在打瞌睡？阿弥陀，这次这个维诺声音不大好听，阿弥陀阿弥陀，哎呦，他早上吃的太饱，有点胀了，阿弥陀阿弥陀，他嘴巴都还是阿弥陀，可是他饱就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那我们这个都是内行人看就知道，他已经坐得很稳，看他眼神一直动，我觉得打妄想。那个打他相反，我又没有打昏沉，我说没说你昏沉，我说你打妄想，你已经云游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好，那为什么？因为不生决定，你对他的意义，你不能由自内心里面身见诸行过患，身见娑婆过患，这一点你做不到。没错，身见涅槃功德，你不能身见净土功德，所以这两个放在一块，心不能决定。所以你看，身见就是好好知道。其实这就是佛法，这就是文思中过程大要建立的。所以有疑当问呢、啊，有疑应该当问呢、啊。那师长的价值就在这里，就是放着让人家问的这样。啊，不是一直上，这个我们不得已的、啊，其实应该是不断。我比较羡慕的是佛陀那时代的，佛陀也不会坐上来，请打开第几页，那就这样，活的眼跟公耳一样，戴着老花眼镜。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我想师尊大概不干这种事的，啊，底下你们也没讲义，你们就谛听，善思念之。啊，有就互动问，而且这扣紧了实质的烦恼修行，直接紧抓的，这个单纯啊，但现在不容易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虽彼所知事，非现领受和合现前，亦非所疑彼种类物。其实我们有修禅定，就知道有取相跟事相，对不对？取相就是我们去取这个相，比如说呼吸取相。乃是我们去观佛像，先取这个像，后来这个佛像现前，这个相似像、似像，其实这里讲的就是取像、似像，就是说我观它，但我后来现出来的这种修行境啊，它虽彼所知是非现领受和合现前，就是我去看的佛像，到时候我观的不完全跟它一样，但也不离开它。那为什么？那是跟你看完了以后，你种种认知合成你现前影像，你依那个佛像现出你的影像，非他但不离他。所以我们经常在教学当中就试着观察这个人能领纳的法在哪里，适当的让他内心建立一个坚固稳定信受的影像，
这个影像他在修上才能安住。我知道他没办法，他就飘。所以念佛会这样，就是你叫我依着他，其实我并不清楚他的价值，你逼我依着他，但我就不清楚他嘛，那就善法欲没有如何精进，对他模糊，我心都是保留疑心。所以当我们在修学当中给众生一个对正法的疑，其实伤害很大哦。你的疑心一放去，心就跟法就距离开了，你要得定就难了。为什么？圣洁心不见了。你要知道圣洁心是在破疑啊，信也在破疑，圣洁心也，因为本来疑就是犹疑不定嘛，疑就是犹疑不定，圣洁就是让这个犹疑心给定下来，而定下来后头的修持才能安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法当中一定要令众生对于此法要升起信心，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升起信心才说这样的法。你千万自己要信不信，然后剩下上课，你知道你上过这些课，每个人心都不清净哦。为什么？都疑啊，因为你疑，所以他们疑，那等于说也白说，但因为他们不会照着修。所以我今天讲唯识，就是要修唯识哦。那修唯识五重唯识，不是唯识，它就是一种法住识。其实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像瑜伽师对人家讲安波华，那讲的可惜了。他也安波华，他也事无量性，他一样啊。问题他是建立对法的认知，所以在修持上觉得更加的笃定，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务必将这个法的那一份实质的心，让他因此升起。我讲了，欢喜信受，依教奉行。欢喜依教，是不是？善法欲信生善法欲，善法欲生精进力，是不是依教奉行？其实你看他得到的结果是因闻法得正信，因正信生善法欲，依善法欲行精进修持。你不要看这个词，其实它都是因果关系的，也就是我们讲的闻思修。好，所以他讲然有三摩四多地圣洁受领受相似作意领受，哈，就是说，是相似，就是说四相，所以在清净道论就讲用四相似的四相，所以每个人的境界会一直动，随你的法的认知，你的心清净，你对法的清净知见清净，包括你的烦恼越来越清净的时候，你的禅定境跟着动，跟着动。你的念佛也跟得动，你的禅定也跟得动，因为随着你的心清净，你其他的众功德合合在禅定心当中，你所现的境也跟着在进化。所以有的人定起来很容易退，为什么？资粮太少，勉强一时达到，背后力量不够，一退就退掉了。所以在佛法当中，有的人修得很辛苦就很难，修得很辛苦一得很容易退。啊，也有人修得很辛苦，但一旦让他得，不大会退。那有的人是一下修就上去，要退很困难，因为功德具足。啊，那有四种类的，所以这其实简单一句话，那怎么分？就条件具不具足一句话而已啊。佛法讲的是缘起啊，缘起具足的人不会动摇啊，缘起不具足的你就在哪里晃啊，是不是？所以从一开始。功不唐捐哦，你所有文法如果文对了，这样听完了，虽然还有我们都不清楚，其实都导入到你修了任何法，因为你做事的心跟你现在听法心其实是一个是有没有积极现前，但不离开这个心，所以我们平常修的布施持戒，其实都跟你修任何法门是连结在一块的。因为它合在里头，它是同样一个心在一直生灭变化，所以你现在的闻法如果闻得清净，其实你修行你越来越看清楚，所以你修行发觉诶，最近怎么忘，有一个法师就是他本来念佛，他有一次跟我讲说最近他的那个境界好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最近听无常，听完无常以后对世间有一个更实际的厌离心，
而这个烟离心竟然展现在他念佛的，就连接上去。这样听无常，是不是就增加厌离？所以有的人说不要什么都不要听，厌离要方法，要智慧，不然厌怎么厌得来？是不是？所以其实世间的一种用更如实的心来看，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处处一切功德？如果是念佛人，是不是都可以回向念佛？都可以。乃至修阿那波那法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回向？一样了，都一样，都可以。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啊，它是连结的。好，那后面会谈到，观跟定，那是提供大家参考啦，啊，提供大家参考看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观啊，就是我们对于所抉择的有些东西，我们安住，其实很简单来讲，你看啊，我们稍微念一下，修行观行者推求此故，以彼本性所知事当所知事中观察审定功德过失，是名有分别影像。那云何无分别影像？为修观者受起如是影像矣。不复观察检责及检责，便巡视便视察，然基于此所言影像，以色摩他啊行极尽其心，即是九种形象令心安住。那我们现在想说，我们面对到静的时候，我怎么抉择啊？就又问题就来了。有的人禅定静是出来，但无从下手，因为他没有智慧。信不信？我透过显微镜是不是可以看到东西？可以，有看没到，因为你们不懂得判断。所以我们平常所学，是不是也帮助我们修定？平常所学的知见，终究会是在定向现前的时候做抉择的。所以有的人他因为他对法的了解不够，但他因为身心清净，然后就一直修，修到禅定了，禅定出来以后，他只有守着禅定，下一步他也不能走啊，因为他不懂得如何抉择。那定力再高，定力再高，他只是停在对定的一些攀缘，享受这个定境而已，他不知道如何去厌离它，他不知道利用定境往上，所以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否则你就会卡住在那里，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照理讲是以此为基础，然后开始观察身心的变化。其实我们讲说《十轮经》里面就谈到了，《地藏十轮经》就谈到从安波法一路上一直走到最后如何照见如印。我觉得说哇，这也是一个宝啊！里面在谈的很多地方，如果你懂得看啊，里面可妙咯，《地藏十轮经》，有机会大家如果修禅定去看那一块，其实终究他是走到哪里，你发觉任何佛法从方便或是就近，其实到最后只归一处，就是要你看清楚五蕴，就是要靠让你照见实相，一定是如此的啦。所以我讲说这叫三法印，这叫一实相印。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好，那闻思修慧之功德力啊，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要谈到说光罗诃罗为人讲，乃至有人听经闻法，却能逐步断五欲五盖，而且修七觉知，光闻法。其实前面已经谈，那我们这边再谈。大智论里面讲，四庭环因虽非一切智人啊，常从佛闻，诵读力强，是故所说有理，佛便应可。他还没证得，但所说合理。还有，我本来要找啊，因为才是我记忆力不大好，但道理我记得，经典跑去哪里也不知道，应该是在《涅槃经》，或是应该是在《涅槃经》啊，但我一时找不到。圣者出国，面对生死还是会挂，因为他还有一切烦恼，所以有难免还是有点挂碍。那不然挂碍跟我们不一样，他会忧愁，会有一点那个，因为经典说的，就因为他本身欲界烦恼还没彻底嘛，所以那一份忧愁跟我们不一样，但他有时候见到生死，有时候会有点悲呀、啊，哎，但那面可是没有这一份功德的人，如果他能正思维，
三世轮回，而且轮回主因在善恶，而观察自己有善业，知道这个轮回这样的生死其实并不是断灭，而是生死不断的根，甚至因为你有福报，你有修善法，你的生命不但没断，而且是转更好，所以因此对死不畏惧。他是靠正思维，他不是靠他的功。有的人虽有定有功德，但一时不能维持很强的正念的话，还是会畏惧。哎，还是会好。那这样的情形，这个在经典有谈。那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维持正念，也一样如此可以。你看他这里讲，佛说有三种慧：闻慧、思慧、修慧。有人闻慧、思慧迷了故，能以修慧人问难。很奇怪啊！你算老几？我算老大。没有开玩笑啦，我们没有算老大的啊。也就是说，你又没在修，这不是讲吗？你有修的经验，未必表示你的知见够。我们不是闻。我们其实现实当中有人有闻思，但不一定完全清净，但有起码功德，他在修的时候容易有所感应。那问题有的人闻慧思慧具足，但还没修，他没有修慧功德，但他的闻慧坚固。所以在六线观，我不知道六种线观里面有一个叫思线观，叫思维的思，上品思所成慧，即便魔现为佛为他说颠倒法，这种上品思所成慧的人啊，不会动摇。就像有人跟我讲，有很大权位，喝水不能解渴，解渴，你再说解渴，佛说喝水不能解渴，可以解渴，因为什么啊？事实啊，不是信仰，是事实，四圣地是事实，所以不管谁说。就是他，那我们现在是赖皮不相信，那甚者是你谁说都一样，事实就是事实。所以经典阿含经应该是阿含经，就是魔现成佛像为你说法，他不动就是不动，为什么？事实，事实。所以你看，有人闻慧思慧明了，能以修慧人问难。譬如乘船随流，不用自力而急于入行。阿难虽未离欲，未得甚深禅定，而能与佛、肉尽阿罗汉等论义，随法无为。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没有嘛，因为他依的是同一个道理嘛。你有修，那你说你没修？我是没修，但我的道理符合真道理。你有的是更实际的经验，但你的经验也不离开这个道理。虽然我没有亲证，但我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的道理虽然我没有亲证，但道理不违你这个道理。而你虽有亲自的经验，但你的经验如果还不具足，你不一定赢过我，是不是？像外国有人那个指导游泳的教练，他自己不会游泳，很奇怪啊！他不会游泳，但他在教人家游泳。哎，其实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那为什么找他啊？他就会教啊。在佛陀那时代也有人啊，他烦恼，那本来这个僧团要把他并出去。但后来长老留下来，他说他虽有烦恼，但他依他的法度很多人成就。被度的成就，度人呢还在轮回，因为他有那个善巧，他有那个善巧。虽然自己像过去，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禅宗有一个维摩师啊，那在禅堂，因为他必须要照顾大众，结果很多人都开悟了，结果他没有，因为他忙牺牲，所以照顾东照顾西，大家被照顾的修得非常好，就正了啊。结果他没有，后来他放下职务专心修，毕竟长时间守护大家功德无量，所以他一放下也正了。那阿难也是啊，阿难他也能正啊，但他为守护世尊成就护弘法，
所以他不争。哎，因为阿罗汉没有当侍者的，所以他就忍着。那被那个迦叶一刺激，他光头还没靠到枕头就争了。哎，我们把枕头拿过来也没用，我们看到枕头只会流口水。终于忙了一整天，看到枕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看到就晕了，还什么震呢？阿难很厉害啊。有人就说，有人讲说，迦叶指责阿难，不是？你看那个文里面，人家迦叶说，我这样说你，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没记，他就说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吧。好，我其实在成就你，我们在成就啊。好，就是说他们彼此了解每个人的动机，所以不是真的指责，因为他也知道阿罗汉哪会能笨到那里，我们这个时候没什么汉的怎么都懂。所以不会这样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那彼此为了护持佛法的那一份互相成就。有时候你如果懂得，如果你经常在护持佛教或者在僧团，你就感受到那一份忍辱负重的那一份心。有时候你没做你不会体会，哎呀，那个迦叶要接这样坚持，阿难要这样做，我以我的过失却能彰显佛的功德，不容易哦。你看那个维摩诘经也是吧，为了成就维摩诘居士的功德，多少阿罗汉跟小菩萨牺牲色相，对不对？让人家这样欺负，为什么？他们宁愿在大众说：“哎呀，不行不行哦，这个维摩诘居士太那个了，我们不敢去看病。”每个人都显现自己的弱点，为什么？由此显现维摩居士的功德，然后借这个因缘，让文殊菩萨更显不二法门。两个，这里面佛法也是这么真实。好，你看，所以佛法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接着你看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还有谈到，又修行者以彼诸行正观察，先以闻所成慧，如阿奇摩，就是阿含。但这个《瑜伽师地论》他的阿奇摩、阿含不是。阿含，他大圣阿含，所以他们也阿含，但阿含不是我们现在的阿含，他是解生命经，所以叫大圣阿奇摩。也就是说，他在弥勒菩萨认为他是大圣经是从佛辗转而来，所以大圣经是佛，那是说，所以阿奇摩这个阿奇摩不能解释成我们一般的阿含，但他的阿含是一个道理，就是由佛那时候辗转来的经。叫做阿奇摩啊，大圣阿奇摩，在大圣四大圣论也是这么说。了知诸行啊，体是无常，无常故苦啊，苦故空即无我。彼随圣教如是圣解，如是通达。既通达矣，复以推度相应思维所成维系作义。老实讲，这个哈、啊、都是重要的词。其实这个法都在引导你应该怎么学习佛法，他都在引导呢。他讲说，你对无常、苦、空、无我，你是不是听了？听了以后，你应该慢慢甚解通达。你不要只是概念，你应该让无常、苦、空、无我的法，透过你的甚解，转为对世间果真苦。此苦不是那个苦，这个才是不可回避的苦。这个开始定了。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生难得今已得，但能了解人生难得的人还不多、哦。那是你跟人家讲的。你如果知道你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就把自己当作宝贝了，你信不信？你如果真了解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比尔盖茨来没空听经闻法，比尔盖茨要把你把财产给你，不用，你留着用。佛法难闻，你有的我也带不去，但我有的你没有。但我们会不会这样？今天要是比尔盖茨在外面婚前，就剩下我一个在这里，不是？恐怕我第一个出去咯。是不是？因为我，所以我说，
对人生难得，要人轮回了解道理，才对人生难得能确定呢。所以我们很多概念其实是懂一些，但不能深决定。一旦深决定，你会发觉，我即便身心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我身心困苦，但我能闻法，我已很感恩了。我苦就苦这一辈子，哎，我只要从此积蓄，必到古仙人城。好，所以，哇，好吧，没关系，这个大体上，我们待会后面有一个法随法行，这个法行法随，法随法行，我有在一个佛学院讲过，把它做成一本小册子啦。我是用一个比较那个，开眼，但其实主要所依的经是就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为什么这一部经在下一页的那个九那边哈？其实他说出了我们从文法逐步逐步的一直去向哈，一个这也是一个很更具体的次第啊，所以我特别显出来，好吧？我们休息一下。